Hello Hello，这里是国际范范范。那我今天戴了个可可爱爱的口罩，我妈妈给我的，给了我一包就草莓口罩。我一般很少穿这种比较可爱或者是带可爱的这种饰品，现在年轻一把吧。然后我今天要去参加一个车展的活动，然后现在在等公交车。本来是4点钟到，然后后来调整了一下时间，让3点到，所以我没有来得及化妆了，都涂了个防晒出门了。一会儿上车再化妆吧。化了个妆。Hello， 我现在已经下车了，在往那边走着呢。刚才差一点坐过站。然后，哎，我发现我这两天用的那个冻干粉特别的好用，我今天都没有打底。就是涂了一个防晒霜，就开始上妆了。不是涂了个防晒，然后擦了个定妆，就开始上妆了。真的还蛮好用的，关键价格就摆在那儿了。大概要直行300米吧，差不多就到了。他们好多人都已经到了。这个地方离我家是真的挺远的，走了大概1个小时吧。天，他们都看我。对吧，延平杨南继续车行，走了一个半小时，先不说啦，一会儿见，我得赶紧往后走。我们现在已经穿好衣服了，还好我今天带了一个透明的肩带。活动7点才开始，现在可以说是没事干了。活动要开始了。平时买一个大榴莲都才100多，他居然问我要50块钱，简直太不划算了。我就想今天买了吃不了，等我明天再买吧。今天挣的钱就全部买了榴莲打车了，真的是太难了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录制就到这里了，拜拜，晚安。我要去敷面膜睡觉了，我好好保养我的皮肤。